台湾有丰富多样的族群文化，族群之间的交流对设计出行方面就看得到。比如为大家来了解六对客家韩国同福建的原住民族平埔族群的特色，韩国很勇的交流位。六对客家文化园区特别期盼的前三六对年下复式土佛的对发展，而对复式土佛来展现出六对客家同原住民的文化交流。画面底部也两排完出的传统丧服，对丧服的款式、开襟的方式同栏杆的图文，猜猜显示年下间的交流印记。太阳、蝴蝶跟松柏，那这样就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在过去原住民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呈现服装的时候，也用到了他们觉得精彩或客家特别的地方装饰在他们的衣服上。他们是被台湾造型的贵族收养。六对人客服饰图文展，马同六对人起个天条成果呈现，内容包括用叶的图文、早期高温或者高一所，还有素养同款一道，人客间互通的精彩故事。啊，俺希望讲这个展览，有看到以前大家流落来新疆、青河界相关的族群界物件，啊嘛有。好朋友重新用我们的方式创作出来的，这都是文化相关的交流的事，是在共同来做一心一好的传承。前期地方有一条神庙树，工厂版的树叶板同一吨一甲的榕叶板，村神沟通的庙落。六对人起也邀请二十余个民间工艺师同厂家整厂的物件共同展出，有人客族群，还有平埔族的传统丧服，带领民众共同探寻族群高级的养家。下届新闻潘胜峰平台报道。